邱宇轩的议会内底专门咧做啥？吐槽单机麦。凤山的一条人命，木瓜牛奶掉了一个处长，一条人命谁负责？家属要我问的。我拿陈其迈立委的标准要求陈其迈市长，就这么简单。我问你到后的进度，到后多少？到现在一问三不知是啊！你要我们议员怎么做？如果今天你是立委，你是议员的时候，中央主管机关这样对你，你要不要告诉我喜听爸爸？停电已经不是新闻，可是停电什么理由反而是新闻，因为呼吸器无法供氧，导致有人死亡。提高公休的机构人员薪资4000元，所以我们要去把政策补足。我只要1881万，你放一个热气球1785万，市长帮忙改善我们的托育环境。我是赵康，我支持邱宇轩竞选高雄市议员，也希望你支持邱宇轩。邱宇轩是战斗蓝的战将，是改革的先锋，是陈其迈的克星。邱宇轩加油！